今年咱变成了手艺客栈附属幼儿园。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好，同学们好，咱们马上开始一个新的篇章，童年之旅。我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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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请看下集。妖精，快还我爷爷！你爷爷就在这儿。呸！我们现在来到了纸上动画世界。当我拿上这根笔的时候，我就不是张九南了，神笔马良。好，我这个加入了一些奇幻思维。我能退学吗？没料到啊，刚才话说太快了。杨威，你那上面那牌子，一共几个字？你不要跟我跳，咱们一定要追责啊！罪魁祸首，这是。感谢艺术创作者们创造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，编织一个个的梦想，让我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